曼达打电话给石云浩，让他去保护周子轩，因为周子轩打算去找市长举报木川，阿曼达担心木川耳目众多，周子轩可能有危险。石云浩赶紧开车前往政府，中途给周子轩打电话，但周子轩这边木川已经来了。木川表示自己把他从小抚养到大，绝对不会伤害他。周子轩心里已经给木川定罪，不想相信木川。木川说出了周子轩母亲的事情。原来，木川跟周子轩母亲从小一起长大，本以为是天造地设一对，但周子轩的父亲周志平出现，周子轩的母亲嫁给了他，而自己和周志平一起创立的天蝎。当年因为李国兴是科研人员，没想到他的住所发生爆炸，周志平想要继续追查，却发生了车祸身亡。周子轩听了很难过，木川表示不想让他知道真相，但事与愿违，命中注定，他偏偏爱上李俊杰，还加入了模式。木川让周子轩不要举报自己，因为他已经离真相近一步了。木川接到电话，江华说有新的发现，盯着周子轩的线人汇报，周子轩启动了一个安全屋，而这个安全屋里住着陈静文。陈静文心有余悸，想着小镇最后关头，为了保护自己牺牲，他很难过。孟良给陈静文打电话，问他在哪里。陈静文得知孟良跟李俊杰没有在一起，突然有两名服务员冒充是周子轩的要求，给陈静文送餐，趁他不注意，迷晕了他。孟良从电话那头听到陈静文的呼救声，知道大事不妙。马克打来电话，表示自己刚逃过一劫，让孟良赶紧收手。孟良表示自己收手就对不起死去的兄弟，而他拜托马克查的芯片也没有线索。孟良很自责，认为很多兄弟都因为自己而死。木川找人绑架了陈静文，想找他谈合作的事情，调查他的背景，恐吓说他卷入非法组织，很多国际刑警都在缉拿他。只要跟自己合作，就会帮他解决这些问题。陈静文被吓到了。孟良打电话给木川，让他放了陈静文，自己可以独自见他，约好在东正街10号马场见面。孟良认为一直以来，木川都把自己不放在眼里，杀了自己很多兄弟，是时候该跟他做个了断。周子轩查了周志平的档案，很遗憾自己父亲的死因。李俊杰来到安全屋，看到房门开着，里面没有陈静文的影子，李俊杰赶紧告诉周子轩。周子轩知道自己被盯梢了，而这个人正是木川。木川打电话给石云浩，让他信任自己，但不能让周子轩参加，要给他一个任务。石云浩支开周子轩，让他回家休息，自己有事要去完成。孟良表示这次有机会扳倒木川，为了陈静文这个好孩子，自己愿意付出生命。孟良跟私人医生告别，私人医生表示这辈子能做兄弟真好。李俊杰给孟良打电话，孟良给他留下一个小礼物，让他以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，但并不告诉他自己的计划。石云浩召集模式行动组，要去抓孟良，周子轩看到后很生气。
石云浩回到办公室，在行动出发之前，故意给周子轩留下一个地址。木川见到孟良，让人放了陈静文，私人医生顺利接到陈静文。